你知道吗？鲜艳除了危险，还很孤独。这次我们要介绍的是神为鸩，皇上鸩来了的鸩。鸩为 SR 式神，是一个靠毒来进行输出式神，具有打趴数血量的技能，是肉队的克星。首先介绍鸩的技能。技能一：鸩羽。鸩快速射出毒羽攻击一名敌人，造成攻击 80% 的伤害，并使目标沾染两层毒羽效果。技能二：毒之华。快速射出大量毒羽，使全体敌人受到鸩攻击 33% 的伤害，并沾染两层毒羽，每沾染一层毒羽，目标在行动前会受到自身生命上限 2% 的伤及，最多不超过鸩攻击的 40%， 最多使目标沾染三层毒羽，受到毒伤后减少一层。因为有扣生命上限 2% 的伤害，这种扣生命上限的伤害为无视防御力，所以可以克制一些防御高、血量高的式神。技能三：毒石。鸩释放羽毛上的毒素，对敌人进行一次强力的复仇攻击，造成攻击 185% 的伤害，并一次性引爆其身上的所有毒羽，每引爆一层，额外造成攻击 37% 的伤害。比较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技能为单体单段攻击，所以尽可能的将技能释放首要目标上。觉醒技能为毒之华，技能强化，鸩收到攻击时，使攻击者沾染上一层毒羽。建议御魂，因为鸩拥有119的速度，加上它的技能组合，是靠技能来叠加羽毛，增加伤害值的，所以快速叠加羽毛就成为鸩的首要工作之一。建议御魂一轮入道，四轮入道加两攻击。使用轮入道，行动结束时，有 20% 的几率获得额外的行动机会，配合二号位速度，可以让他迅速地把羽毛叠起来，叠满羽毛后，释放大招让伤害达到最大化。建议御魂二，征，四征加两生命或两暴击。搭配焦土产生反击，以达到多次叠加羽毛的机会，然后再一口气释放大招爆发一波。建议御魂三破势，四破势加两暴击。羽魂属性采用二号位速度和四号位攻击加成与六号位暴击，在叠满羽毛后，让鸩的大招伤害直冲上限，一波带走。鸩搭配破势是个非常暴力的御魂组合。鸩整体来说是一个斗技专用的式神，又有可以克制肉队的技能，技能与效果上大都是 PK 较需要的效果。不过，值不值得培养还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。以上是这次的介绍，感谢你的观看。